还有特别可乐的一个事儿，有一个大学生啊，在这个走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一个小巷子里，碰见了一歹徒，手拿尖刀啊，要劫什么呢？让他呀把衣服脱了，要劫色，让他把他的这件毛衣脱了。这女大学生挺听话的，别伤害我，但脱就脱吧。这是听话的事儿，就是你别捅我呢，都你让我干嘛都成。那叫害怕，害怕了，那不叫听话。把这毛衣夸脱了，然后呢，这歹徒呢，穿上，还穿上，他自己又穿上了，脱了，脱了，穿上，穿上。来来回回很多次，这女大学生纳闷了，她就问那个歹徒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就快点行不行？你想怎样？那歹徒说，别说话，你看这静电多美呀。这歹徒是你们当时的物理课代表吧？什么都不看，看静电。这要是我，你看毛衣上的花纹多好看。怎么样，笑了吗？可乐吗？不可乐。不可乐。不可乐也得乐。有奖品。